这就是喷哥，我去妈妈摸，我去妈妈。快了，下风了。没关系。在楼顶。好枪法。正好有个，正好有个。哇！ 我开两个急救包，我要开进来。你丢雷了，开进来，开进来。走走走。打你吗？哇！我边上楼有一个。我操！我被全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！为什么我一喷他没死啊？不可思议。完了，跳车！他把队友炸倒了，这个飞机。算不算？那就可以吃鸡了。吃，如果算的话，鬼哥，我建议你直接去送。还剩一个了，还剩一个了。